哇哦 ，Bravo！ 以上是我们所有的佳丽1号到29号。也谢谢所有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哈，对我们活动的支持，陪伴我们到现在，感谢大家。现在终于知道，当一个选美公主真的是不容易。你看，一个人要笑5个小时哦，到现在你看还笑眯眯，你们还没有掌声。笑行就是看你有没有很用心的在这一次的走秀当中注入了什么生命力的元素。我们这个颁奖人请到的是我们水城28号陈玉，请出列28号。哇，恭喜我们28号我们的陈韵瑜得到的是我们的最佳造型奖，邀请我们叶董事长为我们进行颁发彩带。好，披上，对，对，好，哇，恭喜恭喜，来拍一个大合照，看前面。比一个赞好吗？赞！哇，恭喜最佳造型奖。好，21号，恭喜！哇，谢谢。是，请继续我们披上我们的彩带。哇哦，恭喜，是我们的最佳台风奖。谢谢，好，合照留影一下哈，比一个赞好吗？赞，哇哦 ，perfect， 恭喜，谢谢。得奖的是22号陈怡菲，陈怡菲小姐，恭喜哇！得到的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谢谢。同时披上我们的彩带，好，先比一个赞哈。是，接下来同时再邀请我们刚刚的颁奖嘉宾，我们叶董事长。好，我们理事长请上台，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来。